家好，我是若欣，我是高雄在地的创作者，是很荣幸受到高雄捷运的邀请，为大家展现这幅画。这幅画的意象是呢，幸福的青鸟。幸福的青鸟就飞翔在我们的高雄离岛站上面，然后这边的橘色和黑色分别是两个祝福的颜色，然后以这样子的画面来展现我们最幸福。呈现高雄美丽岛未来的愿景，是这样意思吧？